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hoki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鱼酱。我们今天要来开箱 Super Mario， 这个呢是这阵子日本很红的 Super Mario， 类似台湾的出奇蛋的东西，就是里面会有副玩具，外面是巧克力蛋这样子。然后这个一格的话，它像它这里有写全13种加一，就是有一个隐藏版。我们就要来试手气。来开一下，哦，对，好有蛋哦。对呀、啊。我还想吃巧克力的时候。哦，刚好。那我们都先把它拿出来。压开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用那么烂？我用的好好的。就，对，就救不回来。要也，完美，哪像？那真是不妙的预兆。好了，我就直接来开这个，这个才是重点。开第一颗，哦 ，Mario， 打棒球的 Mario， 快速组装。台湾的比较好吃吗？台湾的，台湾比较甜，台湾比较甜。马里奥的头滚走了，还是我太久没吃？你看，野球版的马里奥还不错啦，至少是主角。这里有他的子人马里，然后后面有他的各个介绍。来开第二颗炉，总共有14种，我买3颗应该不会重复吧？重复你就完蛋。好，第二颗，噔噔 ，BG 公主。我记得它应该是叫 Peach 吧？那可是因为日文念起来就很像 Peach。这个是打网球的。最后一种炉。很多声音，感觉很小只。啊，所以是说步步鬼啊？步步鬼应该不错吧？哦，我想说你要先什么？地基就是 beach 反呢、欸？反呢、欸？这个。你要的飞人类一直都没有，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，马里奥会娶两个老婆的意思，有没有？你还是说马里奥会打两个老婆？拿棒球棒是不是？那个明明看起来就很凶狠，你要这样，根本没有拍到，口没有掉吗？你根本没有拍到，啊，放大你是拍到什么？拍到你手抱在干嘛？真的吗？那再来一次，往里有电有没有？哇！哪里有手抱啊？今天我们的就是这么衰。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哎，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们点个喜欢，那也可以订阅我们哦、嗯。那我们下次见。我是 Shoki， 我是雨江。拜拜。拜拜。